卖。市长赞不赞？赞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晚间慰劳辛苦员警，尽管自嘲累到弯腰，看到警察同仁热情欢迎，开心之情藏不住。真有想象力啊！脂肪出得去，哎，体力进得来，健康好身材。昨天警察分局健身区还特地把韩国瑜金句变成健身金句，让韩国瑜大赞有创意。不过淳安工作很重要，韩国瑜强调要先安居才能乐业。没有一个安居的环境，再多的乐业都是空的，所以安居乐业，安居排在前面，乐业放在后面。我现在智商比较低，他就觉得脑袋时常被打，智商越来越低，反应越来越慢。访问时还自嘲脑筋不灵光，就是被热情韩粉给摸坏的。而发市长红包，韩国瑜嘴巴碎碎念，原来他也知道这红包网络喊价不便宜，900多。接下来，紧接着韩国瑜又到附近新下里守望相助队，大批韩粉守候。另一边，福山里光头里长两个兔子同框，画面逗趣。刚好我们台市长好莅临，我们左营区里面的欢迎方式更是精心设计。台市长，台市长，我们支持你！一二三，耶！一二三，救你！一下要比爱心，一下又要比业，韩国瑜都被弄昏头了。但看得出来，韩粉超用心，也让韩市长在忙碌的行程中倍感窝心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